捧着我，我感觉我已经去了呢。温蒂，我退亲了呀，温蒂，你人呢？这里，来嘛。来吧，我现在看你有延迟，哎，你的生化不同步，是我的网问题，你的网问题。你也不同步，怎么办？不同步哎，骗你的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吃饭了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在逗我？你在听不听得见？你是在演卡住是吗？是不是美观美颜呢？你别管我了，我美颜就是开到最大。不好意思，是我不好。我的趣事就是剧组里不是有很多马吗？然后他们表情都很多，然后我们经常在现场学马，一勒缰绳的时候，那马都会命对吧？啊？你会学马叫吗？你学的没有我像，我给你来一个。像还是不像？哦，他卡住了。那我就为大家上一段才艺。这个直播的信号好差啊！什么？要不打电话说吧？那好一点吗？那我现在看露丝搞在一个非常，有点慌张，他这个表情有点慌张，有一点不知所措。哎，我来看一下直播间。距离有要求吗？距离你看着办吧，离远一点嘛。你人呢？这里。哇，你这么远，那我要比你在主位要远一点。来嘛。来嘛。谁设计的游戏啊？我也没进。我进了。你掉头完了。喂。妈。我有打电话。有刀。我有打电话吧。真的，我真的累了，我真的很疲惫。接电话，奶奶，接电话。嗨，这意思吗？我们在直播了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，你先看看你自己选好角度哈，你自己控制好哈。这也没个美颜，我真的很生气的。那个，不是露丝啊，我看你这个直播，我感觉我怎么像我就是你捧着我，我感觉我已经去了呢。举上面有点那手有点酸，放在头上确实要舒服一点啊，有一个支撑的点，好惨啊！磊磊，我收到一个那个什么，那个是嘉年华是不是？哇，阿母来了！真的假的？他怎么给我送啊？阿母嗨，你看这是谁？林不疑，搁这儿呢，阿母，这儿呢，阿母，别送礼物啦，宝宝们，别送礼物啦。我阿母送就行了。哪看送的礼物啊？他会有很多动画出来呀、啊，你没有？我来了。那个这是什么？这个城堡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梦幻城堡。哦，又来一个那个，大家不要送了，大家不要送。哎呦，我得提宝剑锋老师送的梦幻城堡，感谢宝剑锋老师送的梦幻城堡，我的好大爹。哎呀。谢谢文迪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边文迪给我刷了一个，这个叫什么？梦幻城堡。温迪，你不到我这边来刷一个吗？温迪，你都要嫁给楼瑶了，他还给你刷，你想？温迪，我退亲了呀，温迪。温迪那天还到现场来给我应，在我深圳现场来给我应援了。温迪，那也是了，反正我跟温迪也没有多少场戏，温迪跟我就没什么感情，反正。你就是叫什么？吃不到葡萄倒吐葡萄皮啊？不是。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举好各自机位，我们那个叫什么，那个难忘春宵。难忘春宵，你别说了。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。我先给你这边挂掉。更新了，来快去吧，更新了，第多少集？第17集，第18集，快去吧，加油。我挂掉。